师弟阻止了敖虚之后，你就会回神界了吧？你毕竟是神族，没有了共生之术的负担，你终归还是要回归神界的。能解除共生自是最好，可是我……不，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。当务之急是解决气候，破坏阵法，救出小九。去看看爷爷那边怎么样了吧？掣肘，我果然还是妨碍到他了吧？这便是破解之法。我参照古籍记载，哈战前辈也配合我演练了其中几种变法，最后找到了这个解除方法。太好了，我这就传书给晴妹。气友的破解之法已经找到，请晴妹尽快通知真人。太好了。什么事太好了？小晴，你先别走，听我说几句好吗？就几句。嗯，你说吧。这几日你一直在躲我，是不是还没放下哥哥们的事？我知道你是白家人，但你哥是你哥，你是你啊。阿尤，我会想清楚的，我先去给师父送信。小晴，你阿尤，再给我些时间吧。通知月姑娘，破阵。大人，神魔之井的防御已经妥当。可准备好了？无论何时，战魁都是大人的一把利斧。哪怕敌人是整个魔界，我等天魔众也不会退缩。那就再随我鏖战一场吧。师姐，
Thank you.